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十一月二六公视台视台一播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一个按中国走出来男性王立强自首讲是间谍，伊有提起一间前名是公司的情报机关，负责人经过讯问，目前限制出境。香港民主派虽然选举赢了近十成，不过香港政府是无回答反送中的五大诉求，未来变化拍算啊真多。昨晚新竹宝山的街路顶，一个交通的指示牌号方式甲断去，喊着骑奥多麦经过的男性，不幸煞救无起来。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顶日啊一个按中国走出来的男性，化名叫做王立强，伊甲澳洲的政府自首，讲家己是共产党的间谍，啊嘛提起讲一间设伫咧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其实就是挂销几啊卡的情报机关。但经济部的投资审议委员会今日就表示讲，这间公司三当前就要来台湾申请要立案，不过迄当阵咱就查到公司的翁仔某负责人这两个有中国军方的背景，但因投资的计划，咱迄当阵就甲因退回了。二四暗，中国创新董事会主席向新和伊的太太江青伫咧通缉场，互人抓来。北京二五透明核心，一直到二六透早，翁仔某两个人被裁定限制出境出海。没有什么政治动作，这是个司法作为，所以检察官执行这个职务都是独立的。因为进前一名自称强调的中国男子王立强，透过澳洲媒体透露讲，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其实就是中国的情报机构，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经济部投审会阁透露，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早伫咧2016年12月，台北汇集外币差不多一亿的台票，申请伫台湾投资设立中华资本公司，计划经营不动产买卖、租赁等业务，并且以香港居民的身份申请，其中包括向新和伊的太太江青、查某囝。向主旋一口罩顶顶，投审会经过四个多月时间审查，最后以违反国安的理由驳回申请案。国安单位、国防部这些相关机关认为说，他的背景是比较不单纯，然后过去在中国的有一些军方的背景，项目是可以，但是我们认为他背景还是有国家的安全的疑虑。除了申请案靠关失败之外，台大教授郭新炎也伫单位行政部也了指出，两当前一所经营的第二公司，也捌接到向新投资的邀请。向新曾经跑到花莲去看地，那他当时是要透过我的地热这个项目，然后向投审会。这个申请，那向新是香港籍的那投审会如果用我南洋地热公司的合作的话，他会通过。郭新炎强调，向新的资金都是透过真有名的律师陈中文的法律事务所入来到台湾。面对这款的指控，记者卡电话给陈中文，一直到二六中昼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王立强这个某人向澳洲的政府自首，伊讲中国是用尽心机要来左右咱台湾的选举。但民进党这边面就要求国安单位要赶紧和国际开始情报交流和合作。啊，外交部嘛强调讲，台湾本地就真有意向要和澳洲、美国这些国家互相配合，来阻挡满天飞的假消息，各外来的势力介入咱的大选。外国媒体报道，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甲澳洲投降。在受访的时阵表示，伊方面感悟台湾2020大选，引发台湾高度的关心。对这点，民进党政府批评中国的意图。总统蔡英文要求国安单位要启动国际情报合作进行了解。外国部第二答回应，台湾愿意和美国、澳洲等等理念瓦近的国家继续合作。台湾乐愿与澳洲、美国等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呢，我们共同的来合作。来共同打击这个假讯息的一个攻击，以及对于针对各项外来势力，当然包括中国政府他们不当的一个介入，以避免呢我国的一个民主程序受到干扰。对王立强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金宋第二个批评，讲是傲气拖平，何人唔敢相信，看甲拢硬气，态度真强硬。啊，不过澳洲联邦警察已经针对王立强案当中，中国情报部门想要干预澳洲政府的部分。展开正式的调查。另外，在政权基地方面，美中同款无拄好，因为美国通过香港政权和民主法案，也引来中国强烈的抗议，批评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要求美国爱随纠正错误。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25号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王立强案牵动着美中之间会进步前方面的竞争，尤其王立强所讲到的，佮牵涉到台湾的大选，都引起各界高度的关心佮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香港，香港挖民主派这边的候选人，伫咧区议会选举赢了前十场。啊，昨暗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和五个打当选的区议员的候选人，都小撮入去理工大学探访遐个一个楼店内面抗议的人士。啊，理工大学的校园这边面嘛发表声明讲，会紧靠劝校园内底人赶紧离开，啊嘛呼吁警方紧甲学校外的封锁线着解除掉。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25公布，泛民主派摕到超过80%席次，民众欢喜伫街头庆祝。泛民主派议员董山林即日早下晡赶到理工大厦，呼吁警方撤离。第二暗时，毛民众游行支持理大。按到到暗时10:30，立法会议员叶建源甲各位新当选的区议员是到阵进入学校看示威者，了解因的状况。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 I think that the two persons we met were in very good condition. They are very, they respond to us very fluently, and I think they are in good health. 理大学校高算，学校内底上无过50个示威者。不过叶建源表示，佮毋知影有偌济人伫学校，希望所有示威者拢能安全地离开，呼吁警察赶紧退场，予学校处理。I think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is the police leave and then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 take ov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ampus. So it will be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理大则是伫25暗时10:45发声明，表示26会派真侪小组进入学校，劝示威者和平离开，嘛希望警察赶紧解除封锁，和学校正常运作。香港警察昨下讲，会和示威者和平离开，但是登记未遂两人。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早起声称讲，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总是北京政府那边看到这款票声嘛，无甲伊遮蔽。尤其佫讲，今嘛有袂少选民转去张票，是咧表示反对暴力的意向。啊，林郑月娥佫讲到理工大学这边，伊话伊依然是无落软，伊同款讲爱照法治落去行，要求学校内未成年的人士资料爱先登记落来，才会使放因行出外。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泛民主派大赢，清掉建制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6出席行政会议进行，新年一摆选举，显示社会对政府不满，影响建制派选情。啊，不过伊嘛讲，无叫北京追究责任。我喺9月4日咧，已经好详细咁作出咗一个回应，特别系咧已经系撤回咗，系正式咁撤回咗呢条条例嘅草案，亦都系所谓五大诉求里边嘅第一项。至於其他嗰啲咧，我已經係作咗一個詳細嘅回應。林鄭月娥表示，香港要維持三唔驚，分別是一國兩制、維持法治、甲維持香港制度優勢。安那維持制度主導權，無敵功夫是示威者。佮講即擺選舉有袂少選民用選票表達對暴力不滿。針對香港警察包圍理工大廈，學生掉地了地，情況危險。林鄭月娥強調，目前應採用人性化做法。暗哥还是坚持未成年的人要登记个人资料才能离开。我知道今日理工大学的校方就会安排一些工作小组，就包括有他们的教职员、专业的辅导员、医疗人员、社工和保安人员，准备就进入校园进行游说，劝喻这些留守的人士离开。香港反送中示威将会用紧急法定紧和平法引发争议。香港高等法院认为紧急法涉危害公安部分违反基本法的限制结果，进行裁定部分危险，也暂停颁布无效裁决到29。对此，将会提出上诉，要来推翻。目前还未确定临审的日期。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民主派是赢真多，伊嘛呼吁香港政府都要赶紧回答反送中运动的5项诉求。但目前香港地气氛到底是安怎？上界新的情形，咱的连线公司台记台人伫咧香港的特派记者陈淑君，淑君。
是主播，即留咧香港，伊向是亚洲上国际化的都市，嘛是亚洲上重要的金融中心。过去一半年的反送中运动，其实予香港真受伤。礼拜日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得到九成的席次，对抗争五个月的香港民众来讲是有淡薄的成果。也毋过伊嘛知影，欢喜一家滚啊就好，因为因抗争的目的要争取真真正正的普选，甲要求要对警方展开调查等五大诉求。政府是一项拢无回应。目前大约有30名的示威者，搁坚持伫香港理工大厦内面。昨民主派的新科议员嘛发起抢救，嘛甲警方参详。警方目前的态度是讲会让这人平安离开。出来先登记，袂马上抓人。理工大厦伫早起9点外嘛派出过50多个人伫校园内底找人，希望下晡计使甲示威者拢找出來，让伊离开。选举的结果，民主派大赢。也毋过为着票率来看，民主派摕到将近60%的票，亲中的建制派摕到超过40%。所以香港社会对你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有示威者讲已经做好长期抗争的打算哦。未来香港社会敢有法度像这几天安尼平平静静、加和平？来看香港政府甲北京政府安怎来回应香港的民意。公司台语台记者陈淑君、张玉水伫香港的观察报道。感谢淑君，来看新竹地即阵啊，高降风又搁咧头，嘛地主引人惊吓，意外来产生。昨晚7点外，伫新德关宝山乡的街路顶，一支交通的指示牌，拍算是去予大顺风掀甲断去，煞去喊着骑后头摆经过一个姓陈的男性，虽然有赶紧送院急救，嘛是不幸救无起来。在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机车骑伫咧路里，正凭一块大型的路牌，怎汹涌登去，直接卡伫咧骑机车的人身上。路人看到，随过来斗三工，做伙把指示牌提起来。路尾救护人员紧急将三个人送病院，但是经过抢救了后，嘛是救袂回来。新竹在这个时候都是九降风啊，今天这晚傍晚的时候，那个风蛮大的哦，可能有我看是6、7级，应该是有那个基座的部分还完整，那是离基座大概20公分的地方啊，整个啊断裂，我看那个是柱子太薄了啦。昨天晚上新竹的风怎么样？哦，那个整个。我家的那个窗户这样蹦蹦蹦蹦蹦，害我晚上都不敢睡觉啊，那很恐怖啊。根据新竹气象站的资料显示，新竹地区2号平均的风势4级，上大阵风达到7级，平均每一秒16公尺，这个瓦近轻度风台的风势。县政府指出，这块路牌啊是伫1806年完工，后续已经派人去了解，技术厘清这发生事情的原因，然后可能。该责任该谁负要技术确认，那我们全力来协助家属善后的事宜。县辖内我们相关的大型指示标志还有路灯的部分，要求相关的权管单位包括县府以及乡镇公所还有公路总局等单位全面来做巡检。目前初步了解，路牌的基座并无新鲜的情形，到底为怎样会汹涌断去，阁需要厘清。后续官府会全面检视道路指示牌，以免类似的情形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先得看完，咱来看台中。台中山拉有一个口啊，家己种菜，家己煮来吃。结果火锅食煞有3个，哪像拢有中毒的款。送医的时，医生大声去评的讲，因早来食物气味有过量，验血落去证实是有机磷中毒。原来就是因未记得讲家己种的菜药啊，才洗落去无几日，但先生就赶紧用解毒剂落去治疗，家仔拢救完全。第二天一个伙仔暗头啊食火锅，食还阁是家己菜园啊采收落来青菜，爱食青菜65岁妈妈食上济，但是隔天透早就出现了喘袂过气、抽搐的中毒现象。到了下昼，爸爸甲大汉后生嘛出现类似症状来看医生。村里人甲食剩的食物摕来，医护人员闻到一个歹味，医生验血了，果然证实是有机磷中毒。有想到说前一天晚上他们所吃的晚餐其实是有一股怪味道，而患者出现胸闷、冒汗、呼吸困难，而且同时有呕吐的问题。没想到是因由食物中的毒化物。而产生相同的中毒状况。医生指出，这个火啊应该是吃着农药残留，而且半衰期还未过的青菜。根据用阿片托来解毒救命，无出现着神经方面的后遗症。民众在吃青菜时，如果有闻到或者是吃着化学的歹味，要特别小心。在如果生产上那边没有多做注意的话，在清洗上面也请用大量的清水做冲洗。
那烹煮之后如果有特殊气味的话，尽量避免进食。医师嘛提醒，如果怀疑农药中毒，就莫想要用涂的方式，或者是家己想办法解毒。如果手边有农药罐啊，或者是吐出来物件还佫留咧，嘛应做伙提到病院，提供医生正确、快速的诊断，等减少不幸的事件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彰化秀水乡的秀水公园，近来内底有二三十丛乌棒树，去予公所修剪甲光澹澹，但民众就疑问讲，敢袂剪一个伤过头？乡公所是有出来解说讲，会修会剪，拢是针对发了伤过暗，啊那无就是有病虫害树啊，总是拢有照管府修剪的规定落去办。一今日去秀水公园，无看到运动的民众，看到反倒是怪手甲小山鸟等的时间。秀水公园最近进行树的修剪，不过这一大片的乌棒树，树啊拢被修剪掉，敢那剩树心被留落来，亲像被断头。对乡公所的修剪，民众的看法无同。有是较凉啦，啊无热啦，嗯。啊，所以即摆错掉无，嗯，感觉会较热。较热，若热人较热。错安好啦，迄无错袂用的啦。无菜啊，风太来嘛，啥都拢倒倒去。秀水公园的修剪作业搁在进行中，有民众质疑乡公所过度的修剪，因为部分的树啊，甲留落矮矮的树头，甚至有诶规丛树啊，连根拢被挖起来，寄生几啊单。秀水乡公所解说，因为接到未少民众反映，乌棒树生了树王，家己头扎起来，才进行适度的修剪。之前哈，台风来的时候，一次倒了很多棵树，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公园一些民众的使用率还有利用率，所以我们都趁着一个适当的时机哈，比方说啊，那个树木密度太高了，或是那个透光率哈，也少很多的时候，做一个适当的修正。秀水乡公所表示，秀水公园已经使用二十几年，这是第一次进行树的修剪，主要是针对生了树王，也佮已经破边烂根的树啊进行处理，而且嘛符合管府的修剪规范，伫咧休眠期进行修剪，嘛保留一定的宽度，并唔是所有树啊拢用统一的方式来处理，希望会使后来公园的民众会使有更加舒适、安全的环境。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政治细分明，早起蔡英文总统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访问团，伊强调讲，香港的情势变真歹，更加表示台湾和美国做伙保护民主自由这款价值是有偌重要。啊，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嘛讲，虽然共产党的间谍王立强这阵是单一案件，不过对方那边有影在长期间拢想要吞食台湾，伊阁呼吁国民党和对手韩国瑜唔通阁替中国辩解咯。总统蔡英文二日见到美国联邦众议员佛罗瑞斯和瑞森绍尔访问团。蔡英文除了感谢台美关系在美国受到下党派的支持，也讲到香港情势恶化，更加显示台美做伙保护民主自由的重要。那这段时间以来，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却遭到镇压，那么香港情势的恶化更凸显出台美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重要性。最近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法案支持香港人的人权及民主，代表的这些核心价值是不分党派是所有民主国家最大的共识。蔡总统继续拼外交，斗阵参选的赖清德是罗南到屏东来拼选举，替党籍立委参选人张嘉滨辅选。针对引发国际关心的王立强强调案，赖清德是呼吁国民党也够对住韩国瑜，卖国替中国讲话。我要奉劝韩国瑜市长跟国民党，不必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一致的是指控他一定是诈欺犯，不必因为个案的这个结果。而去否定中国长期以来并吞台湾的事实，以及在中国派驻很多间谍在台湾这样的事实。赖清德嘛讲到，中国一直想要控制香港，啊，不过香港人用行动来保护民主。反民主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赢，就是上好的例。香港人勇敢向中国对抗的精神，值得台湾学习。记者欧阳陈信良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韩国瑜早起到台东治本，含台东关农会议会五十几个代表会面座谈。现场证人有提起讲，农议会敢会废止，啊，佮有进口农产品的业安怎存救，佮有农村渔村真欠工这问题。韩国瑜是回答讲，政府会带农民拼死去争取国外的订单，用实在行动真正来帮助农民。未来的政策要再加一个功能。就是带领大家，陪着大家去抢订单。政府在各位在奋斗的过程的时候，
不能够高高在上，也不能够觉得那些灵感的代志，那个穷德，这是不对的。韩国瑜嘛，专工去到石岐园，甲农民学慢石岐，佮详细了解石岐生产佮销路各方面的问题。又讲将来一定会继续支持台东的石岐外销。啊，不过韩国瑜到当时还袂针对王立强这桩间谍案，佮有伊的牵手李家芬取消访问新加坡这两条带，提出详细的看法。咱话来讲，宋楚瑜这边面，近来因为王立强这阵自首讲，家己是共产党的间谍的案件，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嘛宣布要推动立法一条反渗透法。但亲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就讲，照讲民进党是要经过行政院讨论过，提出修正的法案，唔通选举都死搞一搞啊，才伫咧制造社会惊吓，骗选票。必须由立法院成立一个跨党派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求国安单位、经管单位对这件事情向人民做个说明，然后如果我们的行政单位发现有什么漏洞，这时候才由行政院正式经过行政院的讨论提出一个修正的法案，而不是临时在选举的时候在那边啊骗选票，然后呢制造恐惧感。宋楚瑜指出，讲进程亲像都计划一来一休，各有公道法的修改。虽然是经过执政党立法院的党团提出来，不过拢有予行政机关研究对策，不是放予党团去画。还佫讲到家己哪有影当选总统者，经济的中心会留伫咧北部，政治的中心会迁往中台湾去。不过嘛，不是讲一日上任就做一摆，甲总统府、行政院、甲国会拢总搬过去。尤其讲现此时中部空气的污染更严重。政治的中心若刷过去遐，就通好好啊管理这层问题咯。啊，若选举一个到，每一个候选人拢讲，伊做上侪上拍拼。不过公民、国会、监督人民这个团体，当着点名讲，这会期三月日来，有的立委是发言无几摆。伊嘛呼吁讲，新任立法委员唔通干那故装选举，明明都是已经调的人，本都唔得认真做，国会才会放咧现空城。2020立法委员大选剩无45天，有袂少立委伫咧拼选举走摊，结果伫咧立法院是拢无看人影，毋是无来开会，就是无啥物发言。公民监督国会人民就点名，二个经济委员会就因为开会人数无够，所以特殊留会，批评有一挂现任的立委伫咧这个会期还未结束之前，就已经放假去拼选举。民进党立委一天就去红点名，讲伊一届发言就拢无。他们不像我啊，这整年都在选举啊，我可能会下个会期就会天天在了，对呀、啊。就会很认真的问政。去予龚德明点名，伫咧第八会期为9月18日开机，统计到11月22日为止。一天伫咧内政委员会发言影片的统计，一届都拢无。最后一届发言的日期伫咧10月15日。国民党立委沈智慧伫咧这会期也只简单发言一届，其他立委亲像民进党这边林大华、柯基营，还有国民党这边柯淑华、齐志莹也赶快去予点名。剩下这几个礼拜的部分，请立委还是必须完成你现任的职务。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立委的职务，都不扮演你立委的角色，我们怎么还会投你再担任下一届的立法委员呢？我们要求立法委员，请你捐出提早休会的薪资给所有外界的公益团体哦。龚德明表示，会伫咧选举进程继续追踪，遮糟糕无看人影的立委，爱全国选民甲目睭睁好开，看清楚现任的立委有啥物人伫咧也未当选，就已经无咧做立委的工课，要求因依照现行的规定，甲薪水捐予公益团体，唔好。浪费国家资源，今摆到选举就只会晓开空头支票、画口号。记者阿敏金、谢基文台北报道。顶日啊，咱有报讲，因为对政府推动交通建设的作风真不满，淡江大学一个张胜雄教授将交通部审查委员辞退，甲但伊阁发动联署，要求重要的交通建设计划内容拢都要接受公开审查。到今站都已经有超过900个学者签名甲伊赞成。啊！早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是八会讲，学者的提议拢会采纳。不过目前当地咧推动的建设嘛，有影讲，大多数的审查委员拢有赞同的咧。我
伫咧高铁总机场的边啊，政府要加强轨道建设，伫咧高雄营造设铁道技术研究甲验证中心。再去交通部长林佳龙主持动土，对目前通过的轨道建设计划，去予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教授张胜雄提出不满，而且佫发起联署，佫要求讲爱公开审查等等的诉求。林佳龙表示，愿意重新检视重大的铁道计划，也都是交通部跟地方政府的共识，也经过。各种委员会啊审查，那绝大多数同意才通过的，那有关于一些建议啊，我们也会再重新检视，那研究跟参考。学者发起联署原因嘛，包括林佳龙捌讲的，学者个人强烈的意见不应该超过多数的意见，嘛因为这件代志，去学者批评讲政府部门言论无自由，啊，不过林佳龙是否认这个讲法。众生喧哗了哈啊，大家有话都可以讲啊，那彼此的角色啊也会就是期待了哈，互相的尊重哦，毕竟政府啊也是民选的嘛啊，也要为他的这个施政来负责。林佳龙强调，讲会继续来推展轨道建设，包括再去成立的铁道研究中心，卖甲产业合作发展轨道技术甲产品，未来伫台湾发展宽道高快速轨道的时阵，做一个重要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德国德累斯顿这个大都市内底一间真出名的博物馆，收藏真侪金珠玉器、奇卡的古董。在月二五透早，竟然有贼盗弄入去博物馆内底，偷摕一批真稀罕的珠宝。照德国媒体伫咧估计，损失有甲10亿个欧洲票，啊，就是新台币336亿，这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到今上届大战的艺术品，予人偷拼去的案件。警方伫博物馆外口求红线，监视人员详细调查。德国东部大城德累斯顿伫王宫的立强展博物馆，25号透早4点半，捡贼仔走入去。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有100件珠宝强偷去。Die Täter sind offensichtlich, das haben Sie auch gesehen, durch ein Fenster in Richtung des Schlossplatzes eingedrungen, haben dort das Gitter durchtrennt und dann die Scheibe eingeschlagen und sind zielgerichtet auf eine Vitrine zugegangen. Diese haben sie dann zertrümmert. Danach sind sie, wie schon gesagt, wieder aus dem Gebäude raus und verschwunden.警方表示，同一时间，博物馆附近配电箱着火，造成警报系统甲照明无效，虽然停电，暗个监视器正常运作，摄像两个男子走入去过程。立强展博物馆是欧洲历史上古董的博物馆之一，馆内差不多4000件藏家，金银珠宝打造唔惊。博物馆指出，即摆向偷去的包括3套珍贵钻石珠宝。Brauche nicht zu sagen, wie schockiert wir sind auch von dieser Brutalität des Einbruchs.Meine Rolle ist hier nochmal zu beschreiben, dass es sich hier, wie Sie alle wissen, einen unschätzbaren kunsthistorischen und kulturhistorischen Wert handelt. Hier sind nicht nur die sächsischen staatlichen Kunstsammlungen gestohlen worden, sondern die Sachsen insgesamt. Wir wollen uns jetzt hier ein Bild machen über den Schaden und über die Ermittlungsarbeit.德国媒体报道，强偷去的珠宝超过10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336亿。目前也未抓到贼仔。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南美洲，南美洲阿根廷啊、阿根廷这个国家内底，一间伫咧看顾听较无的囡仔这款科创学校，之前有逼出内底两个神父操打学生的排带，但法院已经将因判决加禁入狱，一个42冬，一个45冬。听到这阵判决，受害者和家属心肝头是刺激到目屎四淋水。一个人哪拍扑克，哪欢喜，甲大声欢呼，而且佫互相烧烂，真激动的流目屎，迎接一个等真久的证据。阿根廷一间天主教的科创学校，安东尼奥普罗佛洛标出神父性侵的丑闻，受害者要甲20多个人，83岁意大利籍的神父克拉迪，啊，佮59岁阿根廷籍的神父科巴科，分别去往判42年佮45年的重刑。其中克拉迪早就伫咧2009年伫咧意大利的姊妹校，当那像佮性侵的案件有关系，啊，毋过却无去互教廷。Condenar a Horacio Hugo Corbacho Blanc de datos filiatorios conocidos en autos a la pena de 45 años de prisión e inhabilitación absoluta. Condenar a Nicola Bruno Corradi Soliman de circunstancias personales conocidas en autos a la pena de
42 años de prisión e inhabilitación absoluta por igual término。另外一个学校园丁戈麦斯也被指控性侵被宰学生，去被判18年。Muy satisfecha, la verdad que sí, es increíble. Ahora va a poder respirar, va a poder vivir mi hijo, porque ya están presos, ya están condenados. Es algo muy, muy, muy angustiante. No puedo hablar. Feliz.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por la lucha.Porque todos nos han apoyado, la familia, todos nos han apoyado mucho. Así que yo estoy muy feliz, muy feliz.起诉的检察官表示，伊无法度用欢喜来形容这项判决，啊，不过暗藏十多年的性侵事实总算被映出来，伊感觉真满意。面对天主教的这个大丑闻，教宗方济各目前还未对这件代志公开评论。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宝贝啊，咱来讲交通部观光局推动扩大国民旅游秋天、冬天这两季的补助。现时敢那自由行啊，就是家己带出去佚佗的，已经发到13亿的补助出去。上届得利的按起来就是东部和南部这边饭店的业者。啊，不过观光产业当时透露讲，12月补助一个煞，明年正月又搁倒转总统选举。目前有来注文的房间的情形是还搁真冷清。一间伫台北市老二号商旅，大房率拢伫一系列八成左右，大部分是为日本甲韩国来商务旅客。伫政府推出扩大国旅秋冬旅游补助了后，开始加一寡国旅的自由行人客来单。那我们这边多多少有一些啦，可能在假日时候，可是反而都是假日前夕耶，就是因为礼拜六不行嘛，所以还是礼拜五啊，或是礼拜日有稍微拉提一点点。观光局统计，目前参加补助的自由行旅客优惠的旅宿业者超过1800间，差不多占全部合法旅宿业者的60%。目前政府已经发出自由行单数补助金超过13亿。新兴上座县市是宜兰县，补助房间超过14万间，再是台东县、花莲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六个县市新兴补助的房间数量拢已经超过10万间。那我们补助的房间已经有超过130万，整体出游的人数已经达到快要300万左右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效益。不过有业者讲，补助了后的订房率，这是观察是不是国旅真正有较好的指标。以明年1月份为例，订房状况并无特别好。观光局表示，要了解旅宿业的营收状况，正前委外进行收费调查，发现10年来旅宿业平均收入成长拢超过55%。分析其中，餐饮收入比例有逐年增加趋势，显示旅宿业都在多方面经营，这是未来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观光旅游的消息。去年台南市双层的观光巴士开始运转，服务人客。不过车顶不时拢有市民看到讲那像空空，无啥载的人。但台南市的交通局是讲，会阁检讨现步的办法，打算明年初就会调整路线甲票价，卖含台南的市民卡相结合，才通好离饭饼、饼饭离，互相相支持。台南火车头银环头前，真侪民众赶咧上车，但是去年才推出的观光双层的巴士停靠站，煞是拢无人坐。伤热啊！哎，南部伤热啊！载客率还是假日会比较高，假日会比较好，因为大部分是观光客。那国际间呢，像外国人很多。因为现在的路线实在是过长，应该把它拆成府城跟安平两个区块，让它变成一个类似游园车的概念。民代指出，根据交通局统计资料显示，台南双层巴士对1807年2月10号开通，到1808年8月31号搭乘的人次。全路线平均逐天一班大约5.2人，对数据来看，真正是无理想。加上伊的价钱都贵，敢若半日票价都要300块，全日500块，种种的原因害得效果无好。对此，台市交通局是解释，后续会阁上路线票价进行调整。从明年1月开始，吼，持市民卡搭乘我们的双巴，在平日的部分都可以享有99块。这个票价的部分，我们大概已经。跟业者有共识，但是优惠的幅度到什么幅度是半价或者是99块，这个部分我们后续会再做一个最后的定案。交通局公共运输处讲，目前双层巴士嘛是台南市唯一还未甲市民卡做优惠结合的交通运具，未来结合了后，予市民卡的价值发挥更加大，而且对双层巴士嘛是一种促销的步数，会当讲互相得利。第四者是预计明年1月来公布，记者王正宏台南报道。
我来讲健康医疗的消息。台湾推动全民健保到达第四档。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上届新的调查发现讲，虽然民众对健保满意有较九成，啊，不过嘛有七成人拢认定讲大间病院的专业度普遍有较悬，安尼对推动医疗分级的过程来讲，也是真不利。啊，医疗改革基金会这边就建议讲，都要将家庭医师的制度实施要较彻底嘞，健保才有在条永远经营落去。若是破病，身体不爽快，只要提健保卡去徛家附近的诊所，就会当看病，看医生非常的方便。我觉得算满意吧，对啊，就还蛮方便的看病，然后挂号费也不用很多。根据卫福部健保署最新的调查发现，个人对健保整体满意度108%有八成九，搁再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原因就是看医生真方便，减轻医疗负担，以及健保保费合理。按个调查嘛发。国嘛是有七成的民众认为大病院的专业普遍较好，有将近半数民众无法度自我辨识轻症，恐惊对推动分级医疗较不利。怎么样让这些医疗的那个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医疗同仁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说他知道，就是说他的那个体力的负荷不要太重，不要倦怠感。那这样都是有一些比较轻微的病人可以尽量到基层的话，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健保财务越来越不够，虽然民众就医很普及，就医很方便，但其实因为健保已经毛吃银粮越来越不够的情况下，变成变相要求民众要有很多的自费。医改会认为，108年度健保的总额头一次突破7000亿台币，但是健保收支缺口恐惊达到500亿，上紧到110年，健保安全储备金就会无够，会面临破产或者是调去健保费。只有就是家庭医师的制度，小病伫诊所看医生，卖拢走大病院，才会当让健保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保险确实真要紧。顶阵啊，大家咧回讲，送餐人员保险够够。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这个工会正式成立。工会指出讲，因会针对家己会员的送餐人员提供教育训练，啊，因嘛有含富平达这间公司配合，便拿送餐人员证明家己是咧甲富平达招车的卡手，入会500块就挺好，唔免得。必须外送员职业工会伫各县市陆续成立，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嘛通过审核，如果正式运作。工会指出，会以投保薪资24000去计算，外送员劳保逐个月1472块，健保费逐个月875块，工会头一届入会费500块，会费逐个月300，伫加入了后会当有教育训练。只要你成为我们的合法会员，那我们就会赠送100万的团体伤害的意外保险。不过，做执行的外送员工会的第二家本身也是台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理事长，多半有学者质疑，相中新婚并不妥当。我除了是建车驾驶以外，我自己本身也是外送员。本身如果已经有一份劳保，那当你从事另外一份工作的话，那基本上职灾的部分其实也不用担心，这个部分也可以做理赔。第二家回应，伊家己本身嘛是外送员的身份，台北市的同僚嘛真支持工会成立。外送员认为，雇主无承认雇佣关系，其实无啥物无好，工时无受限制，颠倒会当充关卫生，所以会当考虑加入职业工会，家己负担都健保。如果有人贴，我可能就会考虑去加入，对。工会就是要自掏腰包抽2000块，你可以接受？这我可以接受。工会阁特别点出，因为含富平达配合，外送员只要会当证明是富平达的外送同伴，就唔免交500块的入会费。不过，要受邀请去伫欢迎外送员宽裕公听会的律师，对这点是保持疑虑。职业工会这样子减收入会费的行为，其实是对工会自己的财务造成一个财务危险。平台这样的行为呢，就有构成工会法第35条第一项支配介入对其他工会不公平的这样子的嫌疑。律师也讲，劳动部近日已经都检认定富平达 Uber Eats 订业者和外送员有雇佣关系，所以伊认为外送员若是要团结争取劳权，政府更加应该个别辅导成立公司内部的企业工会，有可能会比这个工会更加会当掌握和雇主协商的自主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够好，国政改税两句给你做参考。改税，时势在变迁。英炸社会唔捌有迄个送餐人员这款头路，但即卖大家咧关心，讲送餐人员的保险有够无？因交通安全有十全无？总是一时风塞一时船。以早国政员啊，即当阵招你同齐来听，较早真侪台湾歌谣内底有唱到社会上。
同款甲上山青丸相像，手面探这个头路，不过这个头路，这当今是已经较罕得看。我先来讲一条，你甲我拢真知影。先来听歌词，讲物件一日一日贵，厝内偷嘴这大堆，双脚行甲要退腿，拄到无消上吃亏。我国精啊，这歌词敢若熟悉熟悉呢？煞毋知影讲这条歌头一拍，歌词见面唱落就是讲。自卑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互阮读书几落冬，出业头路无半项。啊，国政我想着，这条都烧肉粽。认真讲，这条我是过金马老师唱过了，歌名才改做烧肉粽。自本作词作曲写这条歌的张区东雄老师，歌名是号做卖肉粽。啊，这条歌当时所写，咱干那看这拍歌词，就当研究其中的内容。见面头一拍讲，物件一日一日贵，厝内偷嘴这大堆，是啦，无唔对。身为写艰苦人的心声，这个音乐家张区东雄老师，当时写这条歌的时阵，正正就是台湾拄啊历史世界大战结束了后，开始物价一直膨胀，钱愈来愈薄，付甲尾啊，得爱四万换一块迄当阵。唔只个歌词已经亲像历史同款记载落来。讲物件一日一日贵，厝内偷嘴这大堆。但这当阵有影啦，社会上已经真罕能去看到有人伫咧卖肉粽了。不过咱经过台湾歌谣，咱也想到过去，也想到手面趁食。所有手面趁食，就是讲手面嘴见目见，我总趁到手底食，趁食济尔。即讲叫做手面趁食，艰苦人烧肉粽的心声。同一个作曲家张区东雄老师，还佫另外一条歌，伊咧写的正正就是栽培我大汉，阮老爸咧做个头路，收歹天啊！这条歌叫做《收酒干》，歌词讲顶日去西太平通，今日就惊大浪崩，为着生活会妥当，唔惊大雨佮大风。这条有酒干通卖无？歹东啊故乡，破啊纸通卖无？刚刚听到这个曲，相信讲观众朋友，你也想起，啊想起永嘉时，确实街路真济，伫咧画受歹天的人。歌词嘛，同款讲出台湾的历史哦。伊内底讲，顶日去西太平通，今日就惊大浪崩。这拢是清朝时代，拢是日本政府统治的时代的地号名，但即马拢改掉啊啦。即马迄块位啊，那不是叫做德化街，无就叫做中安西路，无就叫做南京西路，只有是村。这条收酒干内底，才有法度唱出永嘉台湾人艰苦的心声。啊，总是无论做倒一道，咱一定爱认真，一定爱拍拼。无论讲大雨甲大风，有一日咱若搁较骨力的坚持落去，相信也有出头天的时阵。讲到收酒干，讲到卖肉粽，讲到肉粽，咱就想到糯米。南投仁爱乡松林部落，才有一款芳糯米。因为一年才收一回，尤其近来吼愈种阁愈少，实在是真稀罕。啊，在种的农民，今嘛研究出特别的料理，望讲通甲芳糯米变作是松林部落内底上界有特色、风评一道赞的好食物，咱做回来看卖。把金瓜放入去芳糯米粽内底，食起来是加一分甜，阁有香气，而且用金针叶盖包好，这是甲一般粿粽无同的料理方式。南瓜是原味的，很香。然后我们再用香蕉叶包起来。南投仁爱乡松林部落的居民希望透过这特别的料理，让大家知影这款米产量虽然是真少，不过品质是真好，而且还有餐厅特别用芳糯米做芳糯米油饭、芳糯米粿、金瓜糕、红豆芳糯米饭等等的料理。想要用我自己的料理方式，好下去推广这个香糯米，想要让大家都看见说，哎。原来这个部落有这么好的产品，香糯米应该就是日本他们带过来，带到台湾，然后就放在我们仁爱乡每个部落去试种，然后每个部落试种的时候，好像只有就是我们亲爱村哈这边才种得起来，种出来也是进贡天皇的米，然后就变成传承，产量虽然少，可是品质还是很好。芳糯米粿参加今年南投社区总埔西米食料理比赛，摕到形体水、口味芳的奖项，代表芳糯米做出来的好米是真吸人，希望透过特色料理的开发，让芳糯米变作松林部落的招牌。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这个时代物件好嘛是爱骨力广告。
近来是嘉义德佳梅山这个角头青皮碰柑大出的时阵，嘉义县政府当就推出嘉义优先这个新牌子，用县府出来挂保证，让县内农产品尽量较好销嘞。啊，县府佫指出讲，你像香港、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加拿大、中东这个所在，嘉义县的农产品拢总有销去到地哦。工作人员无用扣个包装，准备要把这个青皮碰柑包装以后送去国外。今年嘉义县的碰柑因为进前落雨的关系，调花较慢，所以产期变了较长。佮加上县政府积极推动农产品外销，予今年碰柑的产销状况袂歹。柑啊，若愈热，伊的销路愈好。啊，若万一大出的时阵，若拄落雨，乌阴喊了来，有可能会滞销，啊，就会堵期。哦，咱平时拢过啊足好个，啊，所以量一年的增加，哦，啊，这果农今年也比较欢喜个啦。嘉义县种植碰柑的主要产区伫德佳甲梅山，面积大约有1700公顷，是全国同大的碰柑产地。嘉义县政府以嘉义优胜这个品牌，由县府控管品质，和县内碰柑出口量已经来到200公吨，以今年底延到500公吨。年度哈，那我们嘉义县政府有相对的一些国外的拓销的展场，包括要到新加坡，会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拓展的一个南向的一个国家。那另外也包括日本，甚至我们也有规划到欧洲，到法国这边，那希望是不是有机会来开拓我们的欧洲市场。目前除了碰柑以外，往来也有2000吨的外销，葡萄油也已经来到300吨以上，而且还在增加。管府表示，透过嘉义优胜这个品牌，不仅建立国外市场对嘉义县农产品的信心，也为县内的农民提供更加稳定的收入。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今天的打拼，就是为了明仔载未来的历史在咧交代。来看下屏东那边乡的公所委托专家编的那边乡志，顶回是伫咧1985年发表，到今啊34年经过人事的变迁、环境的替换，拢是无底讲的多。三年前，那边乡公所就决议重新搁再振动下手，将那边乡志的内容增加作一套3本，啊嘛详细写出咱那边乡经过8水灾到今，地势甲景致已经有虾米款的变化。啊！你即马原料资料，我拢无甲变，所以原料资料藏伫内面。掀开那边乡志，屏东那边的地理、人文和历史尽在眼前。这是新编的，旧版的位1985年出来了后，到今已经过34年啊。因为屏东经历过8风灾，地理样貌有真大的改变，所以那边乡公所重新编新的版本，加做一套3本。我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中间就是一些天然灾害、重大灾害之后，有很多资料都灭失了，所以如果不赶快把这个资料整理起来，以后的子孙可能没有资料可以看了。除了保留初版、新编的两本乡志，改变永存文字较侪的形态，以大量的相片串联故事，也用较活泼的文字来写，总共61万字，希望提升民众阅读的意愿。地理做一个记载，反正哪边正大家看到的，霓虹灯也好，这些商店也好。拢渐渐，大家拢有一个复苏的这个景象出来。新的乡志出版了后，乡亲反应真好，公所也考虑做电子册，提供民众伫咧官方网站认识那边经过8风灾的过去和现处时。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讲，云林县的环保局早起将一台净化空气品质监测车驶入去斗六的溪州国校，开始进行1月日空气品质监测的作业。有要监测的项目包含传统的污染，阁有歹味的污染物，啊，阁有会飞四散的有机的污染物，就是望讲利用监视的资料，找出真正污染的源头，对症下药，来改善斗六地空气的品质。变啊，到秋冬的季节，因为扩散的条件不好，最近云林斗六市空气污染的问题真严重。但不是拢有民众反映暗时会闻到酸味甲臭味，为着要找出污染源，云林县环保局26日早起将净化空气品质监测车驶去斗六市溪州国小，要来进行1个月的空气品质监测。附近的空气品质它的污染源做一个会使讲最大的监测了，因为为什么会设在这边？就是啊，这边民众反映的频率最高。这个异味来自何方？有可能啦，可能就是邻近的几个工厂，但是也不确定，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
然后呢有所本的数据，我们才有办法大家一起来对症下药。分管处表示，斗六市附近有两个大工业区，900间工厂。环保局除了会无定期派人稽查以外，即马希望透过24小时科学化的数据来掌握污染的源头开发。但是在地环保团体认为，空气品质监测了后，要针对源头改善，民众才感受得到。我们侦测到之后的那个源头管制，那个才是重点哈。比如说斗六市有两种比较大的问题啦，一个是当地的小型锅炉，第二个是那个移动式的洗机车，就是那个移动式污染源哈。台湾生态学会分站的主任陈清准表示，监测空气品质的信息应该要随公开给民众查，治理的过程数据嘛要正确展现出来。但是目前统计上有无同款的角度甲看法，未来当甲各处室整合治理，甲附近的管区区域协商，改善在地的空气污染，嘛减少境外的污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因过咱也讲到仙草，大家较常会想到关西。啊，不过去年桃园花采节，因为区用规大片桥仔式仙草的花海拍出知名度，但即大家农民所种的范围嘛一直分化，目前是增加到15家外了。游客提手机啊含翕相机直直翕相。自从去年桃园花采节，用玫瑰以大片的紫色仙草花海，蛇青到抓袂牢，甚至讲得到台湾普罗旺斯的好名声。今年扩大举办仙草花节，花海占地5公顷，是去年1.5公顷的3.3倍。就连平常时啊，嘛拢是来遮赏花的游客。它第二是我第一次，漂亮啊，就是大就是美啊，还算蛮壮观的啦。怎么会想要来拍仙草花？就凑热闹，凑热闹吧，还不错啦。网络上看到的，觉得还蛮疗愈的、啊，很漂亮。来看看，自己现场看的，还蛮疗愈的。有啊，心情很放松。规片的浅紫色、白色的花，细细蕊啊，看起来真浪漫。桃园仙草花节顶礼拜才开幕，展期到12月初8。开幕头一个假日，就吸引21万人次来参观。目前用每个农民所种的桃园二号，每年差不多伫这季当中的小雪了后会开花，花期会当冻1个月，而且天气愈冷，花嘛开愈多。桃园二号俗称香华，那有别于传统的一般仙草，仙草花造成轰动以来，那很多人对杨梅有仙则名的仙草呢，产生了非常大的深刻印象。在过去，若讲到仙草，大家都会想到关西。但是自从杨梅推出止步仙草花海，打响杨梅仙草的名号，农民种仙草的面积嘛，对104年的7公顷增加到即卖的15.7公顷，嘛积极开发仙草茶、仙草冻等等相关的加工产品，增加农民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记录达鲁古国家公园内底目前动物、食物生存的情形。达鲁古国家公园的管理处委托纪录片的导演廖东坤，用去3年的时间，拍到真侪宝贵的动物甲树丛的镜头，佮以在地达鲁古原住民的角度，发表一支新的纪录片，咱做伙来看卖。用马戏的角度看出泰鲁古国家公园的景致，从海拔100公尺到3000公尺的关山特殊地形，内底有各种丰富的生态，像讲真罕哩块的麝香鸟，啊，佮有结果真特殊的食物。我们30来年拍了很多的影片啦、啊，其实这么深入的生态展现是第一次。这个纪录片是泰管处委托纪录片导演廖当坤用3年时间伫咧山区内底唔惊风雨所完成的，为着要翕动植物，必须爱伪装。上等个把一个人踮伫山区40多天，度过地动甲险。那有一次就碰到大地震，4.18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峡谷里面。那个峡谷上方大概有几百颗石头同时落下来，好像被炮弹炸到大爆炸那种感觉。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纪录片特别邀请在地泰鲁阁族的音乐家彼得洛来做主角，希望讲用在地部落的角度，表现出国家公园无同款的风格。我有很多的感觉，那么多的山是那么的很奇妙，配合这个导演廖导这样子的拍摄工作，那他很用心。泰管处表示，这支名号做《新疆泰鲁阁》的纪录片，大家拢会伫游客中心来放送，希望讲民众会当来看欣赏国家公园的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两天因为透东北风，北部有较凉凉，啊，东北部这边现时有短暂的阵雨，不过天气歹按算，雨水嘛有可能会搁较大阵。但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
北部19度到23度。中部22度到27度。南部23度到29度。东部19度到26度。今晚平湖17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播新闻，我是郭国晶，欢迎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搁再会，多谢你。